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曾武士。好，气象局说的很恐怖，有什么致灾型豪雨，所以詹姆斯刚才趁没下雨的时候，来把这个排水孔看有没有堵住，他就已经堵住了。所以他如果等下下好雨的话，可能就会淹出来了。看一下这边，可能淹超过这边十几公分的话，就淹进去了。所以赶快做清理一下。我这边如果下好雨，可能随便这边的脏东西都会冲进去这边。好，等下来清理一下，先看另外一边已经堵住了。好，这边已经开始积水了，这边等一下做清理一下，不然等一下好雨过来可能就淹上来了。好，所以如果你还没清理的话，趁现在还没下雨，赶快清理咯。好，那这边的泥沙已经清掉了，我们来试试看会不会积水，那水应该就排得掉了。好，这样水就流得掉了，这样就不怕气象局说的致灾型豪雨来。好，如果你还没清理的话，就赶快清理咯，以免你家里面淹水。 OK， 我们下次见咯，拜拜。我是詹姆士，拜拜。好，今天的成果清出了一大袋一小袋污泥跟泥沙，一些树叶，摸石子，那个小石子，这都会堵住那个排水口。好，所以呢，如果今天没有情况，如果真的是灾性的豪雨的话，我真的会淹水淹进来。好，树叶啊，一些其他泥沙，一些泥块块、昆虫。OK， 所以。如果你还没清理的落水口的话呢，赶快去清理吧。OK， 今天就到这边喽，下次见，拜拜。